那在看 Marsis，那在看 Marsis 齿轮云台之前，我们下面又遇到，那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啊，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 LeoPhoto 不管 G3 G4，我们底下的3/8螺孔是用黄铜，就是硬度比较高，也比较耐操，但是我们 Marsis 下面这一个，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我们下面底座这个八。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我们底座这个3/8的螺孔。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我们底座这个3/8的这个螺孔，在 LeoPhoto G3 G4 都是用这种黄铜，硬度是比较高的，比较耐操。那你也可以把它锁得比较紧，不会崩牙。那这一个呢，就直接用这个是铝合金吗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？反正就是这种正常的金属材质，直接就锁一个螺牙在上面子。我又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我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 LeoPhoto 的底座这个，哦，shit！我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我们 LeoPhoto 底座这个3/8的孔洞是用黄铜，这种黄铜硬度比较高啊，所以你可以锁很紧很紧，比较不会崩牙。那你用，我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我们底座的部分，这个 LeoPhoto 不管 G3 G4 都一样，这个3/8的螺牙孔洞，这个装脚架的位置，它是用黄铜啊。黄铜的硬度比较高，所以你如果锁很紧很紧，就可以锁很。Jesus Christ，fucking heavy！我发现一个小小细节啊，就是我们 LeoPhoto 底座这个3/8螺，我发现一个小小细节，就是 LeoPhoto 不管是 G3、G4，它下面的3/8孔洞都是有黄铜的这个孔洞。材质，那我们可以把它锁超紧，比较不会崩牙，因为黄铜这个硬度是比较高的。那这个小马路的 Marsis，它这个底座呢，直接是用它原本这个，不知道这个外面这是什么金属材质，但是应该硬度比较软，因为我们下面锁了几次，下面的锁的纹路痕迹都出现了，所以小小细节。